哟，因为天气很好，今天这几天住同一个地方，在这个胶囊旅馆。啊，そうです。昨天我刚好在那个洗澡的地方遇到了。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新ちゃんです。哎，你感觉很那个熟悉。换衣服的时候，嗯，恥ずかしい。你有看到我的裸体吗？やだ。やだ。然后现在的时间是早上嘛，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可以一起吃吗？可以啊。你叫什么？新ちゃん。新ちゃん。我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是新。以前我们家我的爷爷奶奶是日式教育，他们都这样叫。哦，新ちゃん。所以你这次是来日本旅游观光？对，一开国门一开，我就想说出来走走，要不然在台湾闷3年有点无聊。可是你一个人？我一直都一个人。我一直都一个人这样走来走去，3天半，因为最后一天中午就要回去了。通常是在台北工作，我在台北工作，可是我是高雄的。哎，我超喜欢高雄的。哦，真的，我很喜欢高雄的那个七金，生活的方式跟台湾本岛不太一样，比较惬意，比较轻松一点。我有职业病。你是导游吗？真的哦，高铁的。对。日本的风景怎么样？东京。如果要说实话的话，东京跟台北是差不多，很多秘鲁人也很多，人来人往的。新疆上想吃的地方。Skill。都走。牛洞的。来了。哎、欸，你是这个是葱。来，来，给你倒个。这个啥？这个卖得到吗？和签子。就像台湾的香菜啊，臭豆腐，外国人不能接受的那个感觉。而且你点了2颗生蛋，贼大个嘞！大大的姜，怎么办？变稀饭了。才锅。跟台湾的 skill 味道不一样，不一样。台湾比较熟，你可以接受生的东西，可以啊。可是我觉得可以多方面尝试。嗯，好胖哦。我刚刚听不出来他在说什么，就他在说好胖。那个白饭不太一样，跟台湾的、日本的比较有那种有一粒一粒的，对感觉。那你在台湾也会吃纳豆吗？台湾比较没有什么场合吃的，而且台湾纳豆应该也不便宜。天来日本有没有不习惯的有哎事情？语言不通就很不习惯。我的了解啦，即使在东京，你讲英文，日本人也会，应该是不敢跟外国人沟通。可是我后来有问一个日本朋友啊，我问说为什么日本人这么不喜欢用英文跟人家沟通？其实是因为日本人怕讲错。我有点不了解，因为我不会讲日文，我也没有办法了解，就是大部分日本人的想法是怎么样。但如果少了一个可以沟通的工具的话，那的确是你不论是在观光或者在工作或是日常生活上面都有很大的阻碍。日本人讲英文的口音就是有日文的口音，通常生活上也没有讲英文的习惯，像那个足球啊 ，soccer。但我觉得这个还好，如果是台湾人的话，我相信应该大部分人都听得懂，可以沟通，没有误会，这样是最好的。像我昨天在那个，就是我们不是在那个 Smart Stay， 我昨天有跟他讲说，我多订了一个晚上，我是不是不需要 check out 再 check in？ 可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讲，我觉得有误会，我觉得我等一下回去一定会有问题。有吗？啊，我不知道。我等一下帮你问。因为信上现在那个寄给台湾的朋友写那个明信片，他说我来那个邮局问要怎么寄，要多少钱？加油！我在旁边，我不怕。你在旁边救我。すみません、ここから台湾までいくらですか？台湾まで？はがき送る？70。70块。70块。那不足的部分。これって今63円でプラス7円ってことですか？加7块。7块，所以是带到这里。他要问你，没有。哎，你很棒哦！啊，有啊。我。多多，多多，加油！这个，我觉得你比较需要加油。我为什么？中文吗？也不是，你要剪影片。このハガキ年賀ってなってるのが裁判年賀関係ないのでここ隠して切って足りない分借りたいんですけどいいですか？はい大丈夫です。はい。え、聞いてたの？聞いてた。本当好忙。
押してください。走进去咯。 Go。 拜拜。哦，希望顺利。真的去到你朋友那边。那现在今どこへ行きますか？你饿了吗？可以吃。你有想吃什么东西吗？すき家あな。你有吃过日本的麦当劳吗？有耶。有在成田空港，我觉得真的很不一样哎。你觉得好吃吗？我觉得还不错哎。在台湾的麦当劳的汉堡都被压得扁扁，日本比较有比较厚一点，真的是汉堡。那我们要去麦当劳吗？好啊。薯条。Hello。はい、ミカエです。マット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イエーイ。これはね、マックシェイク。这真的是 SS。哎，这对，这真的很小。台湾以前大概，这个再小一点点。嗯，台湾的 M 就是日本的 S 吧，应该是叫什么？这个台湾是 M， 比 M 还要再小。啊，这个吸管很怀念的，因为现在没有了。对啊，不是纸，这个双色吸管已经看不到了。拜拜。哎。甜到爆炸。台湾人是不是不习惯吃很甜的东西？我觉得要看人吧，像我自己是不习惯吃这么甜的，因为我甜到会头痛。这个真的会头痛。日本麦当劳就是三角牌吧。我觉得还不错，是很适合当下午茶的。草莓的那个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刚刚好。草莓酱。好厉害哦。我刚刚以为只有酱而已，结果它居然有。卡子吗？很好吃，很头痛。我们早上去 Scale， 然后来麦当劳吃。晚上呢？晚上就是肯德基。麦当劳有卖这个东西？我觉得台湾麦当劳应该要学一学。可是你知道这个是多少钱吗？不知道。190块。40，这个一个40块。那如果是台湾面包店的话，可能60-70块，甚至有100多块。这跟卤肉饭一样的价钱。对，重点是好不好吃。棉花糖的，感觉，这样看得清楚吗？不是我的脸。Clip， 你要吃吗？有，好哦。没关系，应该这附近有医生吧？先把附近的医生先找好。池袋？如果是要去池袋，我要坐 JR 的。哦，对哦，真的我比你懂，到底为什么？じゃあ、銀座行きますか。はい。跟台湾的火车票很像。里面的装潢很特别，很特别。感觉银座就是比较有高贵的地区吗？比较花钱的地方。所以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你看人的感觉，就是在这边看人，就看人的。听说哟，你知道这个吗？这个好像蛮有名的。你有想吃吗？可是不喜欢刚刚吃。银座有肯德基吗？还要吃这些吗？哦哟，这种都是银座的印象了。银座中间高贵，这个风景，这个画面可能李默的日常不会出现的。以后真的没有这个，看看就好。你觉得日本的街道这么干净，是因为扫地的人很认真，还是因为日本人自己也坚持？如果路上掉了什么垃圾，过了几天，慢慢的更多垃圾，大家都想维持这个干净的状况，所以就不想弄脏。日本人的习惯嘛，所以我觉得其实习惯还是很重要。台湾大部分的街道也是算干净啊，但是没有干净成这个样子，就是只有树叶。这个我不。没关系，你不用想，我只是问好玩的。还没有下班，大家就是天黑的很快。为什么日本人没有办法在这一方面就是解放自己？我说穿 sense 这件事情，上班的衣服。对，因为其实像在台湾有一些比较大的公司，当然他们不是台湾本地的公司啦，只是他们也不需要就是像今天我穿这样就可以上班。我觉得日本的公司都是这样，就是大家都在一起的感觉嘛。而且日本的公司是不是上对下的关系很严重？哦，对，这一点可能我比较习惯。台湾的比较自由一点，就是如果比我大的人讲话也是还是有礼貌一点，不会像日本一样不自在的感觉吗？从这里看到上班的人，大家都辛苦啊。
到了日本桥。日本桥有什么呢？这种的也很特别、哦、对，这个真的是蛮特别的，有点太暗看不清楚，但我觉得就是这种建筑物现在已经很少看得见了，这应该都是古时候留下来的龙、啊、吗？这个应该是面包店，我受不了了。喜欢吃怎么样的面包、嗯？我觉得很看感觉。我觉得日本的面包店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日本 本地的面包也有，欧洲类的也有。袋子啊，还有点小。你觉得为什么他们站着吃吗？空间吧，我觉得是空间的问题。不是挤着吃？不是吧？难怪人家说日本人的肠胃不好。有些店就是站着吃，好像台湾没有。台湾如果没有座位的话，应该被骂死。还是我们去刚刚那边吃？哦，缅甸的那个吗？就是有人站在外面，我们去那边吃，他吃完我们就直接搭 JR 回去。哦，我要回去了。你就不要回去？我也不想。就走。是什么料？好像真的是东南亚的面吗？可能吧，因为刚刚门口字看起来很像。他们这样好像也很辛苦哎。就是你刚刚走过来的时候都没有发现没有人，所以一天可能也没多少客人。不急，看一下他们的评价。来日本吃这个，你可以吗？没关系哦，什么都可以。辛苦了，干杯。没有什么酒味，但我觉得还好，味道还不错，没有到很甜。咖喱的名字很特别哦。パネンカイカレー。哦，你会念哦。嗯，缅甸的中文。缅甸。缅甸，泰国跟缅甸的居酒屋。对，好特别。我也觉得很特别。哎，很好吃哦，很少吃这种料理。嗨，多少 again？ 你有去过泰国？泰国有。我觉得泰国跟日本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的 7-Eleven。泰国也很厉害。嗯，就是他们当地的特别的食物。我不知道为什么日本的 7-Eleven 跟泰国这边日本可以做的这么让外国人就是呈现，所以你有感觉到泰国吗？辣油像泰国。如果没有跟我遇到，今天就流浪了。如果没有遇到你的话，我现在应该会在千叶吧？哦，是，为什么？去那附近走，因为我喜欢去海边。离这边最近的海边就只有千叶，我喜欢人多的地方。嗯、千叶的海边是真的是没什么人。我们回来了，我们的家。这是威诺。还有要买什么东西吗？妈妈的短头发的，还有那个阿里阿米。是日本的比较便宜吗？还是品质很好？应该是比较便宜吧。而且我们也相信日本的品质。这个有哎、欸，5280，5280。主要是便宜，就是如果你有来日本的话，刚好可以买。里面的东西不太，这个东西不一样，不一样。因为他在听 MP3， 然后这是 MP3 的音乐。嗯，对对。他刚刚走到那边，他就是听不到音乐了，所以才会回来找。因为东京的，嗯，我不知道会不会见。刚刚应该没有人会见。多少的 chicken？ 我想。肉汁，嗯，就是刚刚弄的日本便利商店的这种炸物，我觉得很好吃。可是台湾没有，台湾没有肉松，而是台湾的全家没有这个。会有罪恶感？你那么瘦，你知道什么叫罪恶感吗？鬼！你在台湾会吃宵夜？叫骨头，我也没有那个本钱吃啊。就像我刚刚讲的，你没有资格吃。只有出来度假的时候才有。那你这次怎么样？在日本大致上跟以前没什么两样。很开心的是，不论是疫情前还是疫情后，日本还是跟以前一样繁荣。我觉得这样对这个国家就够了，至少这个国家没有倒掉。虽然这段时间日本的经济有点受到冲击，可是当然不止日本啊，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是。我觉得这是大家一起承担的。不过还是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多往户外走，不要只待在城市里面。这个疫情过后，大家都觉得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觉得有空大家还是出来走走比较好。我也很开心遇到了这么有趣的台湾人，而且是在日本，这是缘分。对。
哇，今天的天气也很好，还不错。おはよう、東京。昨天睡得好吗？不好，不好。为什么？你记得吗？大概六点多的时候，有一个半夜的时候也有一个男生，不是？我早上的时候有听到，对，早上的时候也有，他就是晚上一次，早上一次。我中间没有听到，我整个吓醒。他在那边热的时候，我就，我想说他是不是抽筋，或者是做我噩梦？对，有可能。所以你早上有去那个吗？泡澡？不，有。太厉害了吧！离开前一定要再泡一下，很难得的机会。下次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不想回家，不想上班吗？不想上班，然后待在日本。这些都是拍那个打パチンコ的排队。来得及的会不会太赶？现在是买那个往机场的票。对对对。要回去了。刚时间，刚时间。拜拜。谢谢先生。这几天，希望你接下来的一路都顺畅。加油！我回台北再。好，我们再出来吃饭。过来，谢谢。希望你的工作顺利。好，一切都顺利。拜拜。好，谢谢，拜拜。